水门前的复兴。读经尼希米记八章一至十二节。到了七月，以色列人住在自己的城里，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。请问是以斯拉将耶和华藉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书带来。七月初一日，祭司以斯拉将律法书带到听了能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，在水门前的宽阔处，从清早到响午，在众男女一切听了能明白的人面前读这律法书。众民侧耳而听。文士以斯拉站在为这事特备的木台上，马他提亚、士马、阿内亚、乌利亚、希勒加和马西亚站在他的右边，捆大亚、米沙利、马基亚、哈顺、哈拔大拿、撒加利亚和米舒兰站在他的左边。以斯拉站在众民以上，在众民眼前展开这书，他一展开，众民就都站起来。以斯拉称颂耶和华至大的神，众民都举手应声说：阿门，阿门。就低头面伏于地敬拜耶和华。耶舒亚、阿尼、士利比、雅敏、阿谷、沙比泰、何帝亚、马西亚、基利他、阿撒利亚、约撒拔、他兰、昆莱亚和利未人使百姓明白律法，百姓都站在自己的地方。他们清清楚楚地念神的律法书，讲明意思，使百姓明白所念的。省长尼希米和作祭司的文士以斯拉，并教训百姓的利未人，对众民说：今日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圣日，不要悲哀哭泣，这是因为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。又对他们说：你们去吃肥美的，喝甘甜的，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，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，你们不要忧愁，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。于是利未人使众民静默，说：今日是圣日，不要作声，也不要忧愁。众民都去吃喝，也分给人，大大快乐，因为他们明白所教训他们的话。当你读这段经文的第一节的时候，你会不会感到很振奋？以色列人都聚集在水门前，为的是要聆听神的话语。他们聚集在这里只有一个目的，他们要求以斯拉做什么？就是以斯拉将律法书带来，要诵读给百姓听。第四节提到的木台，可以说是圣经唯一一个提及的讲台。以斯拉站在讲台上面，高声称颂神是至大的神。第六节，以斯拉称颂耶和华至大的神，众民都举手应声说：阿门，阿门。就低头面伏于地敬拜耶和华。百姓都和应阿门，阿门，而且一同的敬拜神。当以斯拉诵读神的话语的时候，由于律法是用希伯来文写成的，有些百姓是在巴比伦长大，只是听得懂阿拉伯文，所以就需要别人为他们传译，让他们能够清楚明白律法的意思。参与其中的百姓一定很珍惜这一次的经验。百姓为有机会聆听神的话语固然觉得高兴，但是当他们明白了神的律法之后，又忍不住喊起来，因为神的话语进入到他们的内心里面，让他们醒觉到自己的罪，于是就在神的面前放声痛哭。百姓都为自己的罪而深感哀痛，但是尼希米却对他们说：请听我讲，神既然指出你们的罪，你们又愿意悔改，这样神就必然赦免你们，你们应该为此而欢喜快乐。有没有试过这种破涕为笑的经验呢？除此之外，他们还互相的分享食物。请你看第十节，又对他们说：你们去吃肥美的，喝甘甜的，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，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，你们不要忧愁，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。我们都要学习同人分享神的赐予，不要将神的赐福留为己用。跟着下来的几节经文还提到他们遵从律法的教导去守住棚节。
利未记二十三章三十四节，经文提到，自从约书亚嘅时候到佢哋当日，佢哋都一直冇遵行律法嘅要求去守节，一次可以话系佢哋嘅创举啦。呢段经文为我哋描绘咗一幅美丽嘅图画，当中包含咗好多真理同埋原则。但愿你能够反复细读，明白研读神嘅话语同埋听命而行嘅重要性。我哋嚟思考第十节，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。